第十八周，宣教的灵。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与孩子多多分享世界上不同种族的孩童信主的故事，可以培养孩子普世宣教的胸怀与眼光，使孩子从小就成为神国小公关。现在让我们一起为着孩子有宣教的灵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恳求你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宣教的灵感动。恳求你使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宣教的灵感动。喜欢阅读宣教士的传记，喜欢阅读宣教士的传记，对万国的孩童有兴趣，对万国的孩童有兴趣。当孩子看见教会中所挂的万国旗，当孩子看见教会中所挂的万国旗，就被圣灵所感，就被圣灵所感，好奇并收集万国的资料来祷告，好奇并收集万国的资料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使孩子得着宣教的心。主啊，求你使孩子得着宣教的心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们，阿们。真理亮光。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，把全地都归属于你。我使你在母腹中成形以先就认识你，你还未出母胎，我已把你分别为圣，立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愿万族都快乐欢呼，因为你按正直统管众民，并引导地上的万族。